简单的法式甲画上爱心图案更加吸睛，如何完成呢？今天艾米就为大家带来这个款式了，先准备好要用的工具哦。先用拉线笔蘸取偶觉彩绘胶的白色，在甲面中间画出爱心图案的轮廓。如果想要线条更精细，可以擦去多余的胶哦，暂时不用照灯。接下来用小鹿斜口法式笔取胶，在爱心图案上方进行上色。照灯，记得要重复上色，增加色块的饱和度，这样才会更精致哦。照灯，设上加固胶，根据线条粘上不同大小钻石作为点缀。照灯，最后整甲设上封层照干就可以啦。优雅白色法式甲，经典实用款，你学会了吗？喜欢的话快跟艾米学习，并交上自己的作业哦。商品链接在下方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